飞沃太无耻了，还说自己是国内首发，真是不要脸起来，连自己都骗。飞沃全市一共有6家门店，从设计图纸泄露，再到短时间内大批量铺货抢占市场，这么点时间居然能做这么多事，说明他们前期早就准备好了生产材料。所以漏洞只可能出现在全流程跟进的人员里面，但是当务之急，我们需要去看看他们到底抄袭了哪些款式。不如。 实地暗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去呢？半夏侯。今天的这身衣服很时髦啊。我哪天不时髦啊？走吧。哎，别走。 怎么了？你这么气势汹汹的进去，会引起对方警惕的。那要这样。走。哇，宝宝，你戴这个帽子真好看。 显得你好白白哦，可帅了，脏了。你知名度高，要是被认出来就麻烦了。哼，还是很帅，我得赶紧。条纹设计不仅是装饰，它还可以自由的调节腰部的松紧，连抄都抄不明。 你是在气什么呀？既然已经被抄袭了，还不如趁机收集一波最真实的客户反馈。嗯，差点把我的道具给忘了。他们动作真是够快的呀，虽然细节不如我们，但款式基本上都已经抄完了，而且卖的还挺不错的。从设计到制作，能够全流程跟下来的人不多。 我都一一私下去接触聊了聊，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之前跟我去工厂拿布料的小林。小林这个人平时看上去挺谦和温柔的，怎么会？小林家庭条件不好，他有个哥哥在工地上打工，前阵子摔伤了手，听说有截肢的可能。行，我明天去一趟。我去吧。我去。